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再次相聚。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特效药，它叫喜乐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，用喜乐油来膏油我们。这不是世界可以给我们的快乐，而是天上来的喜乐。我们一起来领受，一起来宣告。主的爱膏在人心，就在这里。Time
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宣告你的喜乐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这个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。谢谢主，主，我们用赞美来献上，因为你已经给我们的喜乐。我们谢谢你的十字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天。谢谢主，主，今天我们就来到你面前，用喜乐感恩的心来敬拜你。
的名是何等的美，怎么可能要花一辈子来了解这件事情，但是我深知道你的十字架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你的十字架的救赎已经救了我，谢谢你。唯有主耶稣，唯有
主耶稣的宝。再次我们宣告出来，唯有主，唯有主耶稣，唯有主耶稣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。祝我们这一生能够得救，唯有是因为你的十字架跟你的宝血。谢谢主，主你真的在我们当中。主，当我们每次宣告你的名的时候，当我们说唯有主耶稣，主我们称你为主，你是主，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再将主权交给你，主我们再次将今天主来献给你。谢谢你，因此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，我们一起再次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，愿我一生蒙你悦纳，成为你的喜悦。愿我的一生，愿我一生蒙你悦纳，成为你的喜悦。主，这是我们祷告，这是我们的诗歌，这是我们对你的赞美，都归给你，也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我们一起说，阿门。